你还有脸在这生气呢？你瞅把你大哥气的都气啥样了？说说吧，因为啥生气？哎呦，蛋黄！不是，那你把蛋黄吃了，你还生气？那那不讲理呢？哎呦，别生气，还有呢，还来好多呢，快点下来吃蛋黄走，别生气了，哎，别生气了。为什么要给狗狗吃蛋黄呢？因为蛋黄里含有丰富的卵磷脂，不但能促进毛发生长，还可以使毛发更加亮丽。在家懒得给狗狗煮鸡蛋，就给它吃这个蛋黄粒，没有任何添加，原材料就是原切蛋黄。没有狗狗能够拒绝，单独吃半辆车倒不错，9.9一包，赶紧给你家毛孩子安排吧。